在浩瀚无边的银河系深处，有一个神秘的星球，没有人撩开过它那谜一样的面纱。传说，在这个孤岛的腹地，镶嵌着一块翡翠般剔透的蓝谷，它是这个星球上最原始的生命蝙蝠龙的尸骨，经过亿万年雷击火烧熔炼而成。它有一种奇特的魔力，谁拥有了它，谁就拥有了整个星球。今来，不知有多少贪得无厌的人们，为了得到这块小小的蓝谷，闯进这块奇异古怪的土地。然而，等待他们的是不是传说中的美梦呢？这却是一个谜。独木舟载着他们飘荡了无数个昼夜，不知绕过了多少急流险滩，横遭多少猛兽的折腾。就在这绝望之际，希望犹如一片玫瑰色的晨曦，唤醒他们那一颗颗近乎死去的心。蓝谷就是我的了啊！快快点，快，thank you.
千万别碰蓝谷，小岛会地裂的。别碰那块蓝谷，小岛会地裂的。千万别碰那块蓝谷，小岛会地裂的。千万不要碰那块蓝谷，小岛会地裂的。他们想永远霸占蓝谷，他们想永远霸占蓝谷，别上当，给我冲啊！千万别碰那块蓝谷，小岛会地裂的。千万别碰那块蓝谷，小岛会地裂的。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下没谁敢阻挡我了，哈哈。哎，
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。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。快快快！蜘蛛把麻醉果吞下去了，他们就要昏迷不醒了。千万别碰那块蓝骨，小岛会地裂的。千万别碰那块蓝骨，小岛会地裂的。千万别碰那块蓝骨，小岛会裂的。蓝骨是我的了，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都归我所有了。大蜘蛛预言的灾难发生了。绝对没有想到，动一下狼骨，竟会导致这样的灾祸。
这些贪得无厌的人们全都后悔当初没有听取大蜘蛛的劝告。光在流逝，不知又过了多少个世纪。争夺狼谷的冒险家又出现了，悲剧可能将要重演。大蜘蛛已经感到十分疲倦了，他们再也不愿意向这些人发出警告了。